今天咱用这个那个炉子烤一个乳猪，先把这个乳猪得清洗一下。先将这个猪泡一下，让它有个底味儿，放点洋葱、香菜、洋葱、香芹、胡萝卜，放入点姜片，加入几片这个香叶，放入盐，然后泡上水。要让这个猪在这个盐水里边泡上个四五个小时。趁着这个乳猪腌制的时候呢，我们去那个养猪场转一圈去。底下往上倒了，我自己也菜上了。是啊，我这辣子壮丁。啊，给你自己弄肠中的。啊。这么多。我感觉可面熟了，看你是不是猜快手上。是是。是吧？对。我也关注着看着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别装成脸了，装死就装好死了。对，这里头又好嘞。你看。有西红柿，有黄瓜，有茄子，有豆角，有什么萝卜的啥都。这都基本上都拍出来了，看。菜嘞？有菜，猪嘞？猪在哪嘞？猪在哪？今儿我看是养的劲了。劲在这个棚里头嘞。不是散养的嘞。都是它，管不着这孩子，不由得跑出来。这棚里去里面看一下。看看呢，这正好进来。今天见了本人。啊，我说一看，盖呀，它的温度这么高了。它主要是塑料布，这个塑料布，这个土全，它全是里边都是土里边，这对过来这个土才好几米的，这个都好什么好，嗯，真是那个。这个种猪，嗯，下的多大啊？这个，这都是这个猪，这都是黑猪，这个黑猪肉比咱平时那猪肉是不是贵呀？不要这个猪了，不要这个。咱选的今天是。过来，大嫂，你别坐着呢。起来，起来，来，撸撸撸，里边来，撸撸撸撸撸，他那个一个半截猪那个。这个猪瘦瘦型的。我这边猪肥呀。啊，也不肥，这个东西不肥，这个地方土也差。这。野猪啊，这是。啊，跟野猪差不多啊！哇，长这样！对，那个像野猪哈、啊。你看，你俩半野猪，你为了人家了，你俩半野猪，你俩野猪，你俩这为了人家了。这野猪吧，是吧？啊，野猪，你俩这俩为，就这样，这是人家，这是人家那个多，人家不熟了。是不是厉害、啊？哎呀，那家庭也挺强的。也挺强啊，这个。对。这一看可野了，家伙一看厉害的。那个就小猪里头，你拿个小猪呗，就去挪钉啊，别的我你钉没事儿，你该钉它。你看这是十一号，不十一月一号，差不多十一月。这个他这猪场一般到腊月的时候就开始，你如果要是预定的话，就过来开始宰猪啊什么。他这个野猪肉一般就是他这，因为他这有几个大棚，一般就是吃一些这个蔬菜啊什么的。这个猪肉反而是比平时市场上买的要偏贵一点。刚才听这个农场这个老板介绍一下，说这个。
这里边猪基本上就是野猪跟这个黑猪杂交出来的，纯野猪呢，这肉质太柴，那个黑猪呢是太肥，杂交出来这样呢，吃的口感正好。这直到第三代到第四代。哎，你要纯野猪，这个可管不住它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杂种猪都是肥，也挺肥的。有红毛，有黑毛，有黄的。啊，这都是杂交出来的。哎，对对对对。那个猪，这个车呢，这那个公猪的，那是公猪，那是从那个零售。零售。零售那个买回来。这个多少钱？那也碰了。没吧，小猪这么长小猪。这几年？哎，这个中猪黑猪啊，是从多长时间下一锅？一年两锅。今年说今年都在几？买不着水，不着几头鸭。萝卜能这个，反正怎么？你看这个鸭，哇塞！这省的日子像啥吧，住这样弄一住。我有点这是牙儿。啊对。嗯，有啊。有。这边先走。啊，行行行，走。在这儿大概逛一个多小时，现在往回走，回去做菜。现在是下午2:30，然后这些猪呢已经泡了四个多小时了，然后现在把它那个准备开始烤，先把它拿出来，把这些水烧开，把这些猪烫一下。把这些泡猪的水倒到锅里边烧开。开锅以后把这些猪放进去煮一下，紧一下皮儿。现在把这些碳烧上，买了一个这个烤猪的架子，不知道合不合适啊，今天正好试一下。你给我把点，哎，你给我这样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要不我这实在是不好弄。把你来这个一块儿弄啊，一块儿。现在温度已经180度了，现在把它放进去。
冲一下啊。这马上就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把这皮再烘一下。汁，它要烤都点，它这裂到了。那不是一个大锅汤，该多少汤拿多少，那个谁挣，该汤拿多少汤拿多少。这是一个啥写成来的？自然上，你们那天肉不砍都老人。那回家。劲打的，劲打的，不然那，不吃这个。